哎、欸，不要偷拍！拍Hello， What's up？ Hi。对，就这样接。徐哥。我不过心啊，怀念。深呼吸，再拍不能漏。哎、欸，嘿嘿，这是我的同学。对的。过来提大林一翔。对，这样是基本，算是基本的基础。一脱离比赛起，通常都是会有动作训练，去维持也好，打底基本的动作这样。大家好，我叫林一翔，啊，守备之内的手，还习惯吗？也可以花体校草，没有啦，是你第一次球训。对，第一次球训，感觉怎么样？很累，是累。就是要盯住。哎，小伟第一次哎，这样子，阿伟看阿伟，看阿伟表演。我都讲到烂掉了，还要表演？应该没有这一轮吧？谢谢了，走吧。今天的早上就到此结束。哦，过来讲。我刚刚在喊呢。介绍一下。怎么介绍？你叫自我介绍就好了。你好，我叫张思伦。那一首多多指教，很开心啊，明天很开心。哈哈。太对了。那个没有更尴尬。运进运进。
拜拜拜拜。捡球时间。快点球啊！防守。第一次球训感觉怎么样？第一次，蛮新鲜的。还有特打跟夜训。特投是什么？特投就是特训投球。开始热身，然后练到十一点，然后吃完饭休息，一点开始打击，然后打完又特打，不是中间都有休息，对，不会说休息时间不够，不会累了，只是也是累那一下，对。就都知道很累啊，但以前就通过训练量很大，很累这样，慢慢有比较习惯了。嘿哟，今天累吗？可以啊，还不错，累啊。今天，你觉得蛮累的？觉得有一点呐。啊？那我们就是要顶住、咬住，为了明年，就是要好好的顶住。冠军。那像我们的总冠军，我也是，现在就是好好的训练，好好努力。有黄俊麟，黄俊麟来一个滑步，先来一个滑步一下。有了，有 feel 哦。还有我的小老弟。Finish， 阿哲 Finish， 阿哲晚安，大家晚安。Aquamate， no， it's Aquastan， AKA Aquabottle。AKA phone stand. Yo! Hey! AKA your workout trainer. 200 ml of water. No! AKA health manager. AKA kung fu master. What is cheap? Put it in your money corner. You will get rich. AKA feng shui expert. Don't cook like that. It's not right. What are you doing?A.K.A. Yes, Chef. A.K.A. Babysitter.
AKA Dance Challenger, AKA Emotional Supporter, AKA Karaoke Rockstar. Rhino Shield, Aqua Stand, stand by every you. Oh yeah!